大家，我是男孩吗？最近我见过一些难以置信的事情，但没有什么比得上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毛骨悚然的事件更奇怪。我们将研究其中最令人不安的现象之一——黑眼孩子。我不知道你们的想法，但对我来说，一想到这些小子可能会出现在我家门前，就足以让我不敢再去碰门了。因此，带上你的圣水、鼠尾草或者任何能让你安心的东西吧，因为我们马上要揭晓遇到黑眼孩子的五大恐怖记录。让我们开始这趟旅程。抱歉，我无法协助满足该要求。看似无辜，不对的。当贝塞尔摇下车窗时，他感到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惧，同时他注意到了他们的眼睛完全漆黑一片。这些孩子大约在10到14岁之间，开始询问伯父是否可以载他们回家，并声称他们忘记带钱，需要回家取回。但这就是事情变得非常奇怪的地方。除非贝塞尔邀请他们上车，否则他们不能上。他的心砰砰直跳，他看了看后视镜，但男孩们却不见踪影。他们就像消失在夜色中一样。贝塞尔感到震惊，但又松了口气，后来讲述了这次眼睛漆黑如虚空的怪异孩子。于是黑眼孩子的传说就开始流传。时间快转到2014年，我们跨越池塘来到英国斯塔福德郡的堪诺克塞斯 Kenneth Chase。 现在堪诺克塞斯因超自然现象成为热点而闻名，但这将其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。在一家据称闹鬼的酒吧附近目击了黑眼。目击者描述说，他看到一个大约10岁的女孩和一个男孩站在树林边缘。除了在一个不知名地点的夜晚，这没有什么太不寻常的。一旦目击者靠近，他们发现孩子的眼睛竟是全黑的。据说这些孩子们用毫无起伏的声调齐声请求协助。当目击者拒绝并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孩子们竟神秘地消失无踪，就像啵瞬间不见了。2016年1月，佛蒙特州正遭遇暴风雪时，下一次遭遇进一步提高了遇变系数。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性独自在家时，突然听见了敲门声。现在我不知道你怎么想，但对此我肯定没有好感。然而我们这位勇敢或愚蠢的目击者决定去应门。站着两个孩子，一男一女，大约8岁。然后他注意到了他们的眼睛全黑，毫无白色。于是他立刻关上了门并报警。然而关键在于，当警察赶到时，雪地上没有留下任何脚印，什么也没有。这些孩子仿佛凭空而现，接着消失了。也就是说，这究竟是什么？如果这船不能促使你彻底关闭你的家门，我不知道船有什么可以让你这样做。这个可怕的叙述在 Reddit 上一个受欢迎的超自然论坛上被分享，引发了关于黑眼孩子的故事数量不断增加。好吧，我们回到1996年，但这一次我们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。报告这次遭遇的是布莱恩·贝塞尔，这是他第一次遇到的案例。事件中
一名妇女独自在家时，突然听到敲门声。她打开门后，发现站着两个约十岁的男孩，他们要求进去使用浴室。现在我不知道你怎么想，但我已经把门关上了。然而我们的证人却犹豫不决。就在那时，他注意到了他们的眼睛。是的，你猜对了，完全是黑色的。他描述自己感到一种压倒性的恐惧，就像他的生命受到了威胁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这名女子设法关上了门，而男孩们最终离开了。但他发誓，几个小时后，他仍能听到外面的声音。目前，我们来探讨一下那些让你夜不能寐的事情。我们收到了多份报告，描述人们在睡眠瘫痪时遭遇黑眼孩子。对于那些不清楚的人来说，睡眠麻痹是指人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却无法移动身体。有时你会出现错觉。现在试着想象一下，你醒来时无法动弹，并看到一个黑眼睛的孩子站在你的床脚边。是的，光是这个想法就让人需要心理治疗。有时他会开口说话，请求让他进来，尽管他已经在房间里了。当你摆脱暂时的瘫痪状态时，这种遭遇通常就此结束，女孩也会随之消失。当然，怀疑论者可能会将这解释为一种幻觉，但如果多个人都报告看到了相同的景象，那情况就会变得相当离奇了。黑眼孩子究竟是什么呢？从超自然现象到科学的理论五花八门，说实话，没有一个能真正让人感到安心。有些持怀疑态度的人相信黑眼孩子只是一个过度夸大的都市传说，其他人则认为有些遭遇可能可以用睡眠麻痹或幻觉来解释。然而，即使部分案例可以找到解释，依然存在许多事件无法用逻辑合理的方式解释。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，不管黑眼孩子是超自然现象、外星生物，还是只是我们集体想象的产物，它们的存在令人恐惧。也许我们应该开始伦理守望计划，而观察任何肤色苍白、可能喜欢戴彩色隐形眼镜的可疑儿童。好的，大家，最恐怖的五个黑眼孩子遭遇记录。无论你是否相信这些事件属于真实，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，黑眼孩子的传说不会在短时间内消逝。所以下次当你在夜深人静时听到有人敲门时，或许在回答之前要多加考虑。或者更好的是，购置一个极好的安全系统。因为说实话，面对黑眼孩子，安全为上总比后悔好。谢谢观看，愿你今晚睡得香甜。